对不起全国的观众，也对不起我诸葛亮的观众，对不起你们。谢金燕的演唱会那一天，前一天我就开个记者会，因为我是看到他的票房还有3000-4000张没有卖出去，那我会紧张，因为我就认为说我、哦、跟我的女儿谢金燕应该差不多要见面了，我都没有松，我就很紧，对不对？所以开个晚餐会，我是好意帮忙他爆满，帮忙他给他生意很好。没想到我帮忙完了以后，他们说1点钟他就完售了，对不对？我买30张票，最后2:28最后买6张给华视王总经理的公关看，2:28才买掉。记者会开完没有多久他就完售了。他讲这样我没有关系，反正我要做一个情，我做爸爸以前对孩子不好，我要补充一下啊，让他高兴接受我。没想到都没有办法完成，我看到一半离开了以后才知道这个 VCR 我的丑事他就宣布出来，好毒哦。女儿，你爸爸的心都没有那么坏，我不知道你会这样做。像这一种家事啊，就是在高雄蓝宝石歌厅，台湾时报了、啊、什么杂志都已经报的好久好久了，这个是旧的一件事情嘛，对不对？现没想到你在演唱会 VCR 讲出来，好像我中枪伤到我，那我要解释一下给大家的观众哦，对我的误会不要太深。谢金燕、谢青燕他们发生车祸的时候，我就去医院帮忙他，去救他，然后就借钱来帮忙这件事情。好，我是希望做一点这个情给他们姐妹，不会恨我。好，哎，没想到他妈妈打电话给我，说没有钱。我说没有钱，没有关系，我来借。哦，但是我跟他妈妈讲是，以后他好了，会赚钱的你带去，不会赚钱的，就是他大姐给我，这样好不好？哎，他妈妈说好，所以我就一直开始救，对。我们就很好了，等他出院的时候，还没有出院呢，我那个太太就跟我离婚了。哎，谢今天看到我离婚，哎，有希望跟我在一起，全家都来，他妈妈也来，两个姐妹都来住我家，他妈妈也帮忙炒米粉，很好吃，对不对？我就是这一种事情，我看起来说，哎，这样哦，有可以来弥补一下，安尼。最后原来就是谢金燕，他就想当歌星。我说你要当歌星没有关系，我现在跟刘家昌老师也好，跟我们杨董事长也好，我就拜托杨董事长，就为了他做了一首叫《受不了你的苦》，赔了多钱，但是董事长跟刘老师看我的面子，连哼声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你都宣传，现在你电音歌后红起来的时候，你们都宣布都没有靠爸爸。你当歌星的时候，我就带你去哪一个节目，对不对？
难道都没有靠我一点吗？我都没有人情味吗？哦，就这样。我是在想，谢金燕从鬼门关走出来以后，就是我救他。人讲假求头，啊、哦，假规矩嘛还拜求头，何况我是你的爸爸？难道你都连一点谢谢我都没有？好、哦，这一段时间，哎，就过去了。你就开始当歌星了，我在哪里哪一个唱片公司，然后就开始哈，这变成一个电音歌后，我就知道，嘿，你不错，那我就被媒体照到啦，我就复出啦，复出我第一代名士，我看你我的生日，你自己亲手掐这围巾啊送我，轻轻叫人赶。低卡米刷来，我说哎，这样孩子没有生活的气了也好，我要找一个机会，大家还有希望可以见面，哎，都没有来，在华视，在那个名士，我待了两年七个月，都没有听到你要来。我离开名士以后，我就到中视，我就万秀之王了，我真的这一次我会哎靠你。要靠你谢金燕来帮忙我一下，所以在期待。哎，没想到你也送花篮来。哎，送花篮来，你还是在关心我、啊。哎，一直期待期待。哎，这个中视就你没有来，那就我做了一连三个月，我都是冠军。我就好、啊，没有关系啦，他可能有原因嘛。等到这一次我进华视的时候，我那这一台就不一样。这一台啊，收视率，哦，零点多而已，好像冷冻库，哦，我真的要就靠谢金燕这个电音歌后来帮忙我一下，我就一直呼唤，一直呼唤，你还是不理我，那最后呢，你又送花篮来，哎，送花篮这样对呀、啊，好，这样不错，你这华视送花篮来，我就有一种想法说，啊，我。别个囝要见面，一定有机会。哦，我吃好，我一定爱较认真的找一个迄落，安尼。哎，同款呢，做滴要一年啊，一同款你还阁无来，啊嘛无想要让我复合啊。我说我原因到底在哪里？是怎么样？哎，哦，迄阵我一想讲，哎，敢是阮后生伫边啊？因为我在出国深造，我儿子就是在他的旁边，对不对？原来就是你生的这个孩子，就是我们这个儿子啊，他的哥哥带去美国生的，儿子都没有告诉我，惨不惨的？我都忍耐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孩子的爸爸，我儿子知道，我都不知道嘞，对不对？我在想说，哎，是不是我这个大儿子的关系，曾经在他那里是发生什么事？你回去做你的生意，这个我自己来，哦，这个录影我自己来，哦，哎，我就想来想去，是不是他的关系被我猜到了？我把我的儿子叫他去做事业，不到三个月，谢金燕来了，拿。衣服就在华视的门口要给我做生意，啊，没想到那一次我很冲动，我做冲动，违章又来不，不被正式来，啊，用头来，我就宣布了，最后还是认错啊，对不对？祝福你，我的解释只有这样，祝福你，祝福你以后找一个喜欢你的，过你幸福的家庭。无论你到美国到哪里，我就祝福你，因为我已经看破了。谢谢你，也谢谢各位观众。我录这个 VCR 就要解释，你讨厌我，你说我家暴怎么样？这个是以前你妈妈、你们姐妹都已经来住在我家，难道这一种事情现在讲，我那么受伤吗？希望我的观众原谅我，我会重新做。
记住我，我再另外讲一句话。我从复出以后，我就在媒体讲说，我的太太每一个都很好，我自己赌得很厉害，我不好，所以对不起那一些太太，我都已经讲了，为什么你这一句话现在讲出来？我受伤那么重，我希望谢金燕小姐祝福你了啊，祝福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